早夜冷风吹入阮心肝，又是寂寞眠。白色梦雨打满山岭，阮缘一丁丁。虽然你已经来离开，离开我，你得会记得，在我的心内犹原想起你，不甘将你放袂记。爱你是我最难忘的代志，予我深深深爱着你。你会记得哦，小路唔通行，急事看办。妹夫啊，行这条好啊。我岳父害死的，就是淡薄年啊。这五千块就上好的证据，一定是你陷害伊的。第一代志的真相还袂查出来，进前我要甲你收啊。伯尼，你紧走。淡薄年，慢走。这银子万几只汤，竟然影响到三界公路。我来找罗主淡薄年。拄则迄个叫我逃走的声音，真正是阿母的声音。啊，不过阿母明明就已经过身了。南宝利，你想要赶紧出来哦？你若是米条的吼，就是有嫌疑啦。死狗若是定罪哦，是坐到一定哦，紧出来！是啦，阮警察吼会查明真相，袂好袂了你去担罪，你紧出来啦！紧，来明找看卖。嗨。去哪找无人？咱一定要赶紧到三江抓啦，将伊送入去家牢，咱才会当放心啦。行。系啊，因得要找着我啊，我是应该安怎才好？大军，陈宝莉在遐啦！陈宝莉，慢走！陈宝莉，陈宝莉，等一下！哎呀，我才是一个小小化术，来规身躯无力，一定是三界公路离去的原因，害我发力死才济。伊哪会讲我伫咧遐？敢讲是认唔着人？因为是我甲你斗相共，啊，若无你抓孙公，你安尼简单能躲过啊？你是上完西？啊，你头拄仔奈穿到安尼，阁会变来变去？你到底是啥物人？其实我真正的身份是天官大帝。你是三界公？我拜托你甲我救，替我伸冤。先听我讲。伊随时会回来，这不是讲话所在，对我行。你的意思是，你的心里受到影响，是因为我阿母的怨气太重，让三界公的路避开。若是安尼。我替我阿母甲你回事嘞，啊！不过我想无，阮拢已经请三界公来阮家镇店啊，是安怎我阿母甘看互人害死？担保你啊！虽然我是三界公，啊，不过不用改写生死簿啊。恁老母哦是劫数难逃啊，伊是讲害到惨死啊，还佫因为你让诬赖。啊！互欺负，我足生气啊！气到牙光啊！怨气侪都爆发出来。啊！恁两个母仔囝连心，所以伊才会听到伊含你咧讲话。
我还不认识，拢是安尼烦恼我。三界公，我袂找我阿母讲话，我袂找我阿母。哎，宝娘，宝娘啊，等一下啦，你袂记人去抓你哦，你来走回去哦，啊，咪自找死咯。啊，不过我阿母安怎死，我总是还超清楚，是啥物人甲害死，我一定要找伊报仇。三界公，你甲我讲，是毋是陈云条甲林木蝶甲害死的？这，哎呀！是又搁安怎？唔是又搁安怎？哎，啊，你是想要安怎？那真正是因做诶，就算是死，我嘛要替因报仇。自我细汉的时阵，但因了就一直甲我欺负，我听我阿母的，啥物拢让伊。啊，不过伊算软头青骨，唔来甲我害。也把我阿母害死，我真正不对啊！我应该跟他冤，不然卡，我阿母就没死啊！哎呀，万万想不好死了，但因了跟林文德做歹代志，死了自然会受到阎罗王审判。啊，不过你哦，那太死人哦，同款爱落地噶，受审判、受酷刑的。我甘愿留在家受苦刑，我嘛替我阿母报仇。三伯公，我求你跟我斗三公。这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，哎呦，起来就讲了，哎。欧尼啊，你要牺牲家己性命去报仇，你阿母会唔甘啦？万不伊哦，伊怨气愈重，变作恶鬼，做出伤害人的代志。那不用去投胎转世，搁落地噶受尽酷刑哦。那安尼，我应该要安怎才好？敢讲我着安尼目睭金金，看伊慢慢逍遥放我。做人的好心，我无法度忍受这种代志。我即马着要去找因报仇。宝娘，宝娘，哎呀，那都讲袂听啦，是要哪才好？宝尼，敢咪受过好运啊？咱家儿子警察去甲你啊，还佫抓无人，啊，即马人佫唔知走去倒，真受无咧。你放心啦，佫加几工啊吼，即块陈宝尼就会乖乖出现啦。啊，到时阵哦，咱再想办法佮伊处理掉就好啊。只要伊一死，咱就会当安心啊。对，甲所有的罪名拢撒给陈宝尼，咱才有好日子通过。来了，干！干杯！就伊哦，早一日去找伊老母报道啦。所长，带因条人家。带因条。两位大人啊，遐尼暗嘛哪会来？你别来这啉茶，再搁讲啊哈。妹，阮是来办案的，有几个问题要问带因条。大人，啊你有啥物问题，你做你问，我会老实回答。陈云条，可巴也是杀骨啦，嘛就是你的后母。照恁的讲法，恁讲伊是自杀死亡的，是无？是啦，我甲文德交的时，伊就已经死啊，真可惜，我都甲救倒转来。对啦，迄云条讲的是真的啦，伊绝对袂讲白贼的啦。也毋过我听厝边头尾伫咧讲啦，讲陈云条吼。平常时啊，对因老母真不敬，而且对因小弟嘛无介好，还佫常常呛声哦，讲陈家的财产拢是伊的。啊，照安尼看起来，萨库拉死，陈宝尼来逃亡，最后得到上大好处就是你。陈英条，你是要哪解释？太真，话袂当安尼讲呢，迄是因为陈宝尼小贪，唔才会造成这悲剧，我嘛是受害者呢。啊，搁有一个问题要问你。拄则我甲萨库拉验尸，发现伊颔骨啊有两条锁仔痕。怎啦可能？哪安尼？迄应该吼是伊吊头自杀的时阵伤过痛苦，啊手淡仔咧吞吼吐甲走去的啦。
代人，我已经讲过，我甲文德入面的事，伊就已经吊咧遐啊。那真正参照你安尼讲的，伊是去人害死，甲阮两个啥物关系啦？对啊，阮真正无杀人啊。迄个时阵，陈宝妮就已经去互恁绑起来，而且伫个担架会当自由活动的，嘛干阿恁两个。小老实讲，到底是谁做的？你讲。大人，阮无做诶代志，恁硬要叫阮承认，阮是无可能认罪啦。对啊，啊，阮就是无做啦。啊，恁若毋相信哦，阮会当对天就做啊。大人，阮无做就是无做，恁硬逼嘛是无效啊。敢讲大人即摆要用枪支逼人认罪啊？你无见过，你袂当诬赖阮啊！你俩。你赶紧把盐仔打上回室内啦！你哪会当用这种态度对伊讲话啊？你放心啦，伊若无证据吼，绝对袂乌白无赖咱的啊！陈英调，恁台湾有一句话讲得真好啦，人咧做，天咧看。家己做过啥物代志哦，家己心内有数。卖掠准讲哦，我找无证据，就会当逍遥法外。恁上好甲这个案件无关系，要若无，恁绝对走袂去啊！盐仔大婶已经咧怀疑啊，是要安怎啦？咱哦，暂时啥物代志拢卖做啦，免得哦，佫引起因的注意。你是安怎无爱让我把因杀死？伊杀死我的阿母，我要报仇！你较冷静咧啦，你无看因边有徛警察了，都有牙枪咧。你咧装鬼哦！你人无杀死啊，先让断死啊！就算是安尼，我嘛甘愿。做人的好心，阿母被杀死，绝无法度为伊报仇。干哪会当伫咧这个所在，啥物拢无法度做？我无资格做我阿母的好心，我无资格。好啦好啦，我嘛不是讲叫你卖报冤仇啦，啊！不过你有想过无？你老母叫你紧走，就是为了要保掉你一条命的。你来做，真可能会无命。你敢对得起哦？你老母爱你，想要保护你的心。那呢？我应该要安怎做？连大人拢找袂到因作案的证据，我要安怎证明我家己的清白？对，陈麦公，你是先生，你应该真简单就会当甲因处罚。我拜托你，给因一命赔一命。这件代志，我真正无法度甲伊斗相共啦。虽然我是神啦，啊，不过袂用插手人间的因果，更加袂用杀人。啊无，会受到天道的处罚。这也袂用的，那也袂用的。我袂让对阿母报仇。对哦，因讲五千块给我含害，那呢，阿爸嘛是因害死，但林条，你这个害死爸母的凶手，我要报仇！好，好，你莫激动，都放落来啦。好，我先替你哦去通知老志宏啦。就算讲你要死哦，嘛先见一面啊！你讲了对，我应该先和志宏见一面。还是讲哦，我惊伊无相信我的话啊。你看你身躯有啥物物件哦，互伊一看就知影是你的，伊才会相信。三百公，麻烦你。
母，这世间实在是太过无公理啊！明明答应着我，甲你稳定，就做了歹代志，却因为无证据，因逍遥法外。啊，宝妮呢？宝妮明明就是无辜的，今嘛煞伫咧外口死过命。阿母，你得去找丹英条，甲你门店因报仇哦。好，够啦，上重要，你得爱保庇宝妮伫咧外口，一切平安无代志。你放心，担保你平安无代志。阁是你这个算命师，你拄则讲的话是啥物意思？哈哈哈，咱是家己人，这是保你爱我交予你物件，我是替伊来传话。这是宝妮的玉佩，无唔对。啊，潘宝玉是你捡到的，我是要安怎相信你啊？你哦，自细汉就是一个巧巧又搁欠开的查某囡仔，甲即马嘛是同款。伊还搁会记你无？当当年我予你一趴瓜丁，爱你去救宝妮，你嘛因为安尼。有新的阿爸甲阿母，这么多年过去啊，老志宏，你有满意我的安排无？你是三界公，你是甚物？这到底是安怎啦？代志的经过啊，我会偷偷讲给你听。志宏啊，保你去等你，我先带你去找伊。应该要睡觉。哎，哦，啊，水刚才湿滴嘞，差一点妈无法度送伊回来呢。好啦，卖阁怨啦。啊，今麦这块小囝哦是咱的金主呢，咱是得失袂起的啊。好啦，行，咱来走。哎，等下，趁金条今麦放干那湿滴嘞，咱去查看卖，人家要到有偌侪钱。趁机会摕一寡做今仔日的行路工。对哦，我哪会拢无想到啦？行，咱今仔去。无代无接电话歹去，这顶遐尼细怕是变作做物件。好啦，卖阁讲这啊啦。咱经了袂清楚哦，咱赶紧出一个，紧来走。对哦，你做一面，我做一面啦。人真少，人提不着，还不
听讲甘蔗轮三界公每一年拢会跋落子，决定三界公的老罗公有相红色，想袂到所拄到罗子见松，未好送病来。大家我唔捌拄到这个代志，安尼袂安怎？想到无办法去，去遐后做布拉店，即阵天官滴下你目睭，翻头倒转搁甲看。过你年，啊，我讲啊，安尼即阵无唔对，啊，我就甲迄布拉店头家讲，明仔载甲叫一个法师爱开工。伊讲你开工爱看伊啦，袂用我胡白讲，大家嘛想到无办法，为了讲啊，无红包甲安尼，讲安尼嘛袂使，对神不敬，对人无礼。啊，我意见讲，吼、哦，可能是要华人一个转机，要起庙，进前吼，讲要建庙拢千五杯，迄年才千五杯，就安尼开始，啊，才有即个讲哦，三界公的金尊的由来。好佳哉，危机就是转机。虽然甘蔗轮三界公已经起标，但是百年来跋路子的风俗，高大游玩也在当地的流传。有一个人来到青素的无人熟悉的城市，面头前的天，不知要行到如今，阮的心可比无。